就可以借助一下大家的掌声，要来欢迎我们的今天的主讲者陈一琪老师，耶、yeah.，好棒哦，期待期待。 呃，各位大家好，呃，这是第三次来这里，我每次来这里都觉得很开心，充饱了能量，然后都觉得这里整个的磁场就是一个呃分享，然后都是一个共同大家呃分享一些开心的事跟好吃的食物。那我什么都不会，只会分享一些好吃的食物。那也希望说今天大家在。 看完了这个简单的东西的介绍，回家都可以尝试做一做，在新年期间让大家增添一些新年的乐趣。那法式咸派，呃，它是一种，其实在欧洲每一个国家大概都有的一种家庭咸派，就好像意大利披萨大家都知道，那个法式咸派等于就是说家里有什么现成的蔬菜什么，就好像我们和面皮和一和。 进烤箱烤一烤，那只不过我们呃，中国人可能就是和一和面皮，要不然就是下锅煮，要不然就是炕一炕，要不然就是烙一烙。那他们就是烤一烤。那说的也很好笑，我自己在法国待了五年，从来没有一次做过法式咸派，只有回来以后一直做，因为那边随手可得，就是几乎每一家面包店都有卖。 就好像我们菠萝面包，如果你进到一家面包店没有菠萝面包，你会觉得这家面包店有点怪，因为菠萝面包是我们台湾的国民面包。对，那法式咸派它其实啊、呃、非常的简单，可是它可以做多种变化，就是你家里有什么菜，当季有什么菜，你都可以拿来做。那我今天会从呃派皮啊、呃、白酱。 然后如何去把它组合起来？然后呃，一一的跟大家做简介。那你们可以看到图片上面，这个图片上面就是呃，我上次去做教学，就是可以有一整个。那你们也可以在旁边呃搭配一个沙拉，就是最呃最左边这边可以搭配沙拉，然后浓汤，它其实就是变成一个很营养均衡。 刚刚那个美眉跟我说，如果这个其实我自己在外面也有试点过这个套餐，如果光是这个样子的话，大概就要四百多块，它就是一个简餐，只不过它换成不同的碟装。所以如果你们今天学会了，就是五星级料理在家自己做，哈，对。那当然你们今天也看。 啊，因为我家的烤箱一次只能烤两个，所以我已经也很尽力，就烤两个。待会我们有实力做好的，也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那现在这个呢是派皮的做法哈。派皮的做法很简单，就是中筋面粉跟奶油，它很简单，就是中筋面粉跟奶油。然后这个比例哈，就是面粉是二，奶油是一。 比如说面粉是两百公克，然后奶油就是一百公克。那因为今天我有考量，我前两次来看到这边都是属于长辈比较多，所以我待会呃，我有在这个奶油上面做了一些，可能我用椰子油来取代啊。我们知道椰子油对预防失智，啊，对脑部的那个脑细胞有很好的这个养分给予。那基本上它的比例，不管你用的是什么油。 它的比例的斟酌就是面粉如果是两百克，奶油就是一百克。那各位看到图片上哈，这个奶油我有些冷冻过，就是硬，硬就是冷冻过的奶油跟面粉混合以后做出来的派皮才会脆。好，这个是重点。就如果你要做属于这种呃西西点类的这个东西哈，你记得面粉最好也先摆到冰箱。 奶油也最好先摆到冰箱。那有一个重点，如果你奶油是一大块摆进冰箱出来很硬，你一定没有没有办法，就是呃，好好的去戳它。你要事先像我这样子切小块，切好小块再放进冰箱，然后面粉称好放进冰箱，出来我们就可以方便做操作哈。好啊。 呃，如果你是呃要做的话，我建议你至少要冰一一个钟头以上，一个钟头以上哈。好，那各位看哈、哦，我这边有桃家包，我有一个食物搅拌器，哈，这个食物搅拌器我就是把奶油、面粉，然后再加上适量的水，我一起打成这个面团。 那但是这个跟了我快二十年的搅拌器挂掉，<laughs> 就在教完这堂课挂掉，所以又要去买。但是你家里如果没有搅拌器也很容易，你只要用手把它捏捏面粉跟油先捏在一块，然后呢再就像我们和面一样嘛，你把面粉跟油先和在一块，和好了以后你再加水把它搓成这个面团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 然后那个面团哈，你们看它这个硬度，它没有很湿哦。有些我们和的面面团会湿湿的，它不是很湿，它是属于比较干的哈、哦。你们看一下这个照片，所以很简单。 两百公克的中筋面粉，一百公克的奶油，加上适量的水。为什么水？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是十 CC、二十 CC 还是三十，因为每一个人家里的湿度不一样，还有你用的面粉品牌不一样，奶油品牌不一样，都会影响你水的分量。所以水呢，适量就是斟酌一下就可以了哈。好，那你看。 我把那个面团哈、啊，上一个面团就是像这一边那一坨一样哈、啊，弄好了以后呢，我并没有怎么样揉它，我并没有用力揉它，我只是用手把它整整成一坨一坨以后呢，我就把它放入冰箱。那这个呢，至少要三十分钟。我们中国人我们常吃面食就知道，面和好了以后要醒面嘛，你就是要把它放。 只不过我们不是放在外面醒面，是要放到冰箱里头去醒面哈。好，那在这个醒面的过程呢，我们就开始来做白酱。像呃，这里有去餐厅吃过西餐、吃过焗烤饭呐、啊、焗烤面的人，请举手。那个里头是不是有一个白白稠稠的东西，很香？那个就是白酱。所以今天我教各位做的这个白酱哈，回家。 你也可以家里有剩饭，因为我不喜欢吃电锅热的饭，你知道。我家里如果有剩饭，我就做点白酱，冷冻库我都有是，就是那个豌豆仁啊什么，把它和在一起，然后白酱倒到，撒一把吐司，那个 cheese 进烤箱一烤就是焗烤饭。那焗烤饭这种天气，你知道，天气很很冷，吃了你就软乎乎的。 那我就很开心，尤其小朋友都喜欢吃焗烤意大利面、焗烤饭，所以我待会教各位做的这个白酱，你们学会了，所有焗烤类都可以做哈。焗烤马铃薯，那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锅子，你看哈，先把奶油先融化，那个火绝对不是大火，小火哈，小火融化奶油，然后呢，融化。 奶油的同时倒进面粉，好，那面粉跟奶油的这个比例，你可以是一比一，五十，比如说五十公克的奶油，你就五十公克的面粉。假设家里没有磅秤，很简单，你就拿，比如说一个汤匙好了，两汤匙的油，你就放两汤匙的面粉，反正你就拿一个容器。 你可以知道的容器，一个小杯子也好，一杯奶油就一杯面粉的意思，一比一。然后呢，把面面粉这样拌炒，炒炒到跟那个油融合了，变成油糊这样子。这个很重要，在这里哈，你这个奶油跟它炒，一定要炒到像酱子这种程度，好，完全让奶油跟面粉融在一起的程度。 好，那如果你的锅子够好，你还可以炒到这个程度的时候，还可以再炒一会，把它炒到稍微再偏黄一点，那这个白酱会更香。哦，好，呃，有人提醒我速度要慢一点，我讲话跟刚刚他很像，因为对，常常赶时间。好，那到这个步骤大家有没有问题？对，就是炒面糊哈。好，那我们再往下看。 炒完面糊以后有一个重点，我们要倒牛奶但。但但是我今天为大家做的咸派，我是用豆浆取代，因为有时候我们上了年纪呀、啊，或是呃肠胃消化，或是冬天的时候你肠胃消化不好，有时候呃这个牛奶啊比较负担，所以呢我今天的白酱也可以用豆浆来取代。那所以我今天完全是配合。 呃，所谓的养生饮食，对白酱我是用豆浆来取代。那在这一边呢，因为我这一次呃，这一次的课程呃，去教的是一群年纪比较轻的人，所以我用的是牛奶。那你们看哈，我这个地方在加牛奶的这个图片哈，这里我是移开火候火源的地方。 就是你把那个面糊哈拌到酱子成块了以后哈，你要移开那个火，就是离开那个火源的地方，让温度稍。有些人做白酱常常会做做到成坨，它打不顺，就是它的火过热了。所以你要把它移开火，然后一点一点的加进去。你们有没有看？我是一点一点的牛奶加。 和匀了以后再加，和匀了以后再加。换句话说，今天你如果要加五百 CC 的牛奶，你不是一口气把它加进去，你可能分个十次、五次，至少你要加到像这个程度。你在前大概三次到五次，是一点一滴的加，然后加把牛奶跟面糊。 和成像这个地步，才可以一口气的把剩下半瓶牛奶都加进来。前半瓶你可能要分次，后半瓶加到像这样子的程度了，你才可以和。然后和了以后就是小火慢慢的搅，慢慢的搅，搅动的结果呢，你可以看哈、哦，第四格图片，它非常的 smooth，就是它非常的呃，哎怎么说啊？ 对，就对，滑润，他他就是就是他要搅，他这个搅完、啊，他就非常的滑润，对对对对对，然后就是很融合的感觉哈。搅、哦、到搅到就是呃变稠了以后，白酱就好。那那个有些人会问我，呃，稠的白酱怎么看哈、哦？就是你拿一个那个勺勺子，这样子沾一下那个白酱，手画一杠。 如果它中间可以变成一条线了，那个就是好的。好，你拿一个，呃，酱懂吗？就是拿一个东西沾一下白酱。对对对对，哎，对对对对，这个阿姨很有经验，就是它滴不下来就好了。可是你也不要太稠，太稠了，滴就是可以滑下来就好了。你如果滴不下来，它太稠的话，哈、呃，呃呃，那个白酱就硬了。 那个就就不软了，这样子哈。好，白酱做好了以后，刚好三十分钟以后，我们刚刚做的那个面团好了，我们就拿出来擀，哈，拿出来擀。那我给各位看看哈，像这个，比如说这个派，这个模型有大中小，哈，那还有一个呃，有小到这么小。 还有这么小的，好，那你们可以说，有些人说我家里没有大烤箱啊，那没有大烤箱怎么办？其实这个小模型啊，一个大概一百块而已，用家里我们在烤的那种小烤箱，这个就可以了啊，用这个就可以做了。所以你们回家收实地。那如果你家里是那种中烤箱，换句话说就是稍微稍微比较宽，那好像还可以烤鸡的，你就可以用这个烤盘，好。 其实这种都是家庭式烤箱就可以用。那你在擀皮的时候，哈，有一个重点，就是在我们擀的时候，中间就是呃，这个这个中间要留比较厚一点点，两边比较薄一点点。因为厚的话，你那个东西稀稀糊糊的东西放下去了。 它才不太容易那个破底。那你在擀的时候，你看我，我是一个很懒的人啊，我不喜欢呃把我家弄得很脏，所以呢，我是上下各一个保鲜膜，把那个面团放在中间，就隔着保鲜膜擀，这样子你不用去撒面粉啊什么，搞得家里还要擦半天。 擀完了以后，保鲜膜扔了就没事了啊！就就你知道这个要做也善后很麻烦的，要洗洗半天。所以你就隔着保鲜膜擀，然后拿烤盘量量一下那个粥旁边还要留个边，因为它要折叠嘛，哈。然后留个边这样子，你才可以把它放进这个烤盘。那放进这个烤盘有一个重点，你们可以看哈。 我在折这个边的时候，我是先把它的形先整理好。整理好了以后，你看我的手是顺着那个花纹要捏成像这样子，好，就是你看这个这个烤盘哈，等一下我把它拿下来哈。这个这个烤盘没关系，可以。这个烤盘这里有花纹。 那我们不是有手指头，你就是把那个面皮这样子顺着这个花纹这样子捏，这样子捏。第一个，它可以呃附着在这个烤盘上，才不会冷缩热胀，烤的时候它缩了。第二个，它旁边才有边边漂亮的这个花纹哈。 都完全不用抹油，因为我们这个派皮一经。如果你的花纹没有做好，就不会出现这个漂亮的侧面，好，那如果你的花纹捏的好，就是顺着它的捏呢，就会出现这个漂亮的侧面，好，就是这样子，好，所以呢，在这个派皮的过程就是，呃，烤，那我这边有说哈、啊，要拿叉子，这边我不晓得自己，呃，大家可不可以看到，我有拿叉子在这个底部要戳洞。 因为我们烤的时候，哈，这个如果你没有戳动，让空气出来，它会蓬起来，就像韭菜盒，噗，蓬起来。所以你要拿叉子戳动，好，到这个派皮的地方有没有问题？如果没有，这个派皮擀完了以后，我忘了写一个过程，就是一样要放进冰箱三十分钟。烤就是呃，这个派皮，对对，擀好了。 擀好了以后，要再放回冰箱三十分钟，让它安静一下。对，让它，因为我们刚刚在擀的过程破坏它的筋度，还有它奶油的融合嘛。那你再把它放回冰箱，让它安静一下，醒一下面，这样子烤出来的油酥分布的才会漂亮。所以到这个过程三十分钟，几乎你每一个过程，你看哈，我们从刚刚对。 你看，我们刚刚一开始做完这个面皮，把它整好型，放进冷藏室三十分钟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擀好了皮，又放进冷藏室三十分钟，就是每一个过程都让面休息三十分钟就对了。嗯，这样可以吗？哈，好。那接着呢？ 我们把派皮弄完了以后哦，我们放进烤箱三十分钟，咻过去了。我们放进烤箱烤。首先，我们放进烤箱烤的那个时候哈，我们要直接刚刚的这个派皮，这个派皮先，这个派皮要先放进烤箱烤十五分钟，光派皮而已哦，什么东西都还没有，就是这个派皮。 要先放进烤箱烤十五分钟，为什么呢？烤十五分钟以后，稍微让它酥一点点，你再把那个湿湿的东西放进去，它就不会糊在一起。第二个，底下的那个皮会比较酥脆，好，所以这个皮烤十五分钟以后才开。啊、呃，好好。 烤箱的温度哈，一般如果是像我你们家的烤箱是可以设定温度的，你就设定在一百七十度，一百七十度，哈。如果你家的是一般家庭烤那种面包，呃，吐司面包或是那种没有那种刻度的，你就把它，呃，如果是那种四方形的，你就把它调到那个可以烤烤鸡的温度，呵呵可以烤烤鸡的温度，对。 就是最高温度那边，然后如果小烤箱，你就要自己大概十分钟看一下，如果这个派皮稍微 OK 了，好，你就可以。好，假设我们这个派皮刚刚我说的，它已经烤过十五呃这边，烤过十五分钟，我们才开始拿出来放这个料，好，先放料。那上面这个白白是什么呢？就是白酱，所以。 第一步先放料，放完料，我们再撒白酱。好，就是我们刚刚教大家做的白酱。然后白酱完了以后，我们再放 cheese，这样子。好，再放 cheese，就是派皮先烤十五分钟，然后放料，然后再白酱，然后再 cheese。因为如果你白酱把它先放在底部， 它底下的面皮就会泡的烂烂的嘛，那你先放这个料，你再撒白酱，白酱烤了融化会渗到那个料里面，然后气死会渗到白酱里面，所以就融合在一起，这样哈，所以这是三步好，那这个就是烤出来的一个成品，你们光看看，如果做得好的派哈，它是直接脱模的，你看它没有粘在一起。 刚刚有一位呃阿姨问我要不要抹油，她一点都不需要，因为这个派皮本来就是酥油皮了，本来就是酥油皮了，它就是有奶油的成分。你看它这个已经有点脱模了哈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们烤好出来的。好，那我这边写放进一百六十度。好，我刚刚为什么说一百七十度？因为我今天那天用我是专业的大烤箱，你们可以看到是很大的。 那一般我们家庭，即使是那种国外进口的那种鲜盖子，也是一般都是一百七十度左右到一百八十度哈，是比较适合的温度。然后到了这一边，你们可以看哈，这一边的这个派有很多种馅料。那这个馅料只有一个重点，不管你用的是什么馅料，料要干。好，比如我最喜欢吃的是菠菜起司派。 菠菜我就要用水烫过，把水拧干，就好像我们去包那个包子、小笼包，你即使有很多有有馅，那个你喜欢吃丝瓜的啊、胡瓜的啊什么那个，你是不是都要把那些水去掉？派是一模一样的意思，哈，对，要不然出水，派皮就不酥了。所以你所有用的东西的那个水分要尽量的拧干它。 那处理的过程，比如说我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花椰菜马铃薯派，绿花椰菜，因为现在的季节马铃薯也出来了，绿花椰菜也很多，那两样加起来有根茎类，有那个是很营养均衡的一个派。那我绿花椰我就洗干净以后，我会先用热水加上盐巴烫一下，捞起来沥干。 那那个绿花椰菜我在用，因为如果你生的绿花椰菜直接放进去，它会干干涩涩的，而且会没有味道。那在我们烫的过程，你就加把盐，加点油，让它油亮油亮的。最重要是透过那个盐啊，让它那个水分哦、喔、再出来一点，就是把它沥干嘛。对，所以所有的内馅，像比如说我最喜欢吃菠菜起司、派。 呃、哦，花椰菜、马铃薯派，或是南瓜派，现在也是南瓜的季节。那南瓜呢？如果你们要做，很简单，可以把南瓜切片，哈，切片你调一下味道，好，那待会调味我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调味，然后呢放进烤箱烤，因为烤过的南瓜水分是不是自然就蒸干了，而且它浓缩了水分以后，南瓜就很甜，就很甜。 那你在烤派的时候，你稍微把它像倒马铃薯泥一样，把它捣烂了，就把它放在这个派里面。你想想一下，它跟那个 cheese 的那个融合程度是绝对非常的搭的。好，那个也是我的哈点派第一名。每次到了冬天，所以南瓜派也很好吃。所有，比如说红凤菜，我不晓得这边大家喜有有没有人不爱吃红凤菜？对。 就是好吃吧，哈。可是我也有把红凤菜拿来做过派，因为那个红凤菜有一个味道，可是它其实很营养，含铁质又很高。但是它有一个味道，呃、就是，就是，就是，反正喜欢的人不觉得它是一个问题，不喜欢人就觉得它有个腥味嘛，哈。那我也把它拿来过做派，然后加上那个核桃坚果这样子，它的效果也很好吃。所以你们要知道。 不是什么东西都觉得哦，老师今天只有告诉我花椰菜马铃薯派怎么吃都是花椰菜马铃薯派，那吃的真的还蛮烦的。其实我也有用那个不啊、护瓜，我也有用护瓜做过派。那当然外面有很多，现在我们台湾有很多意大利的食材，什么节瓜什么，它都可以做成派。所以这个派线就看你们。 喜欢什么就把它拿来试做看一看，重点在什么？学会派皮跟白酱。那那个派馅你就不要去局限。像你们看到哈，这里有，这里有三个派，你看上面还有一个上面撒紫紫的。我上次有来教过做那个乳酸菌的紫色高丽菜，我上面也把它撒高丽菜。这个里面有一个是那个花椰菜马铃薯，然后有一个是菠菜派，对。 好，所以其实有很多的材料，苋菜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我还用过苋菜来做派这样子。所以说，其实做派，我说过了一开始，它等于是一种法国家庭式的一个食材哈，你什么都可以放进来做。OK，那到这里，那现在我要来跟大家分享派皮了哈，派皮的做法。 的颜色是不是比较白一点？好，那这个的派皮颜色是不是比较黄一点？好，差别在哪里哈？因为我们现在啊，什么都要讲养生，好。 我在今天要特别给，因为呃，我来这里第三次，我有发现来这边都有很多长辈啊什么，我想大概大家也都比较注重养生。那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姜黄跟姜。好，姜黄是什么？姜黄是现在研究，就是经过研究显示，抗癌食品之外，它还有预防帕金斯症，好，还有一些私自的这些问题。 好，姜黄是很好的食物，我会建议大家每一个人在家里厨房都放一瓶。它不是只有做派用，我自己几乎常常吃姜黄饭，就是把米掏好洗好了，就丢进一茶匙，放在那个米里面，就变成姜黄饭。那这个现在在以前都是从印度啊、东南亚国家做咖喱，像我们 SARS 期间，我们统计吃咖喱的国家是不是？ 就是没有得沙子，或是他们的老人失子没有那样严重，就是追根究底来自于这个姜黄。那姜黄长什么样子呢？这个是姜黄，就是干燥以后磨成粉，哈。那姜黄本身长这样子。很多人问我说姜黄是不是姜？我说姜黄不是姜，这个是姜，哈。姜黄它不是姜科类。 它是一一种郁金香根，哈，那它是非现在非常好的养生食材，哈，你不爱吃咖喱就吃姜黄，哈，有些人还喝姜黄牛奶、姜黄打呃生力汤、姜黄什么。那我会我在今天的这个派皮上面，我把它放进姜黄，姜黄有抑制我们人体身体发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姜黄素这个成分。那我们知道。 我们又爱吃烤的东西，烤的东西难免上火，上火难免就引起身上。如果你比较容易呃上火发炎呐、啊，或是什么呃扁桃腺这一些，那你就把它加一点平衡的一些食材。好，那我除了这个，我还加进这里面的调味，因为有些人吃烤的东西、气死的东西比较不容易消化，容易胀气，那我们就加点姜。 将是有活化我们身体机能，也有抑制身体细胞发炎。所以我今天在这，不管是白色的派皮或是黄色的黄金派皮，我都有放上这两种调味料。好，这两种调味料。那我刚刚有说了，这个油奶油，一般人来说，如果你有高血脂、高血压这一些，就不太适合吃太多动物脂肪油。 那我们呃，前一阵子有一个报道，不晓得是诶，是哪一个星光还是哪一个企业家说他妈妈失就是有点失智，然后他就查医学文献，发现椰子油是一个很好的东西。他每天喂他妈妈喝一两条根，大概一个月以后，他妈妈可以叫起他的名字了哈。然后因为椰子油的里面含有一个对我们脑细胞活化非常好的成分，所以这个派皮我是用椰子油去做的。 它的酥脆的程度或许不如奶油，可是也还蛮酥的啦。只是没有我们熟悉，好像我们吃西式东西应该有的奶香味。但为了身体健康，又可以满足口腹之欲，稍微平衡一下也是应该的。好，所以这个派呢，白色的派，我是用椰子油。好，那用椰子油获得派皮，它有一个特点，就是白白的，看起来不是那么讨喜。还有。 它不太像奶油的那么酥脆，哈、哦，它可能吃的会比较像饼干，有点脆脆的，哈、哦，但其实还是蛮好吃的，哈、哦。那再加第二个就是呃，我们呃到了一定了，我刚刚有特别提到，在我做这个白酱的时候，这个白酱的时候，我是用牛奶去取代，而且我没有用甜那个盐调味，我是用一点呃。 牛奶，我用那个豆浆去弄的时候，我里头都会加姜，但是最后我会拿掉那个姜，我只是取它那个姜的活化身体的那个机能。但是在这个里面，我不是用盐。如果我把那个牛奶改成豆浆做白酱，我就不用盐调味，我用一点点味噌我就直接用味噌调味了。 好，就是取代那个咸度，所以在白酱哈，你可以有两种做法，一样就是奶油，像我的今天给各位吃的这个白酱，是我昨天这两这些派都是我昨天晚上才做的哈，是我用椰子油炒面糊，然后豆浆，然后做的白酱。 好，大家可以试试看，其实也一样，蛮养生、好吃的。所以说，如果我们喜欢吃这些东西，可是又考虑到身体的这个部分，那怎样呢？我们就去改变我们的食材，去让我们在吃的同时，也可以安心的去呃食用。那今天因为我家的烤箱一口气也只能烤出这样子。 所以呢，呃，刚刚他们有说，就是呃，请年纪大的长辈，然后待会儿呃，他们会拿进去切。那我这边呢，就是有准备那个姜黄，各位可以看看，在一般的这个超市，如果说想看的人都可以拿去看，你可以抠一下，就可以闻到那个姜黄的味道。这个是我的瑜伽班的学生，他们在台东有一个有机农场，可以比较。 姜跟姜黄的，那你可以抠一下，就可以闻到那个姜黄的这个味道哈。那这个姜黄，我真的会呃，请大家都在家里真的是准备一瓶，你炒菜也可以搁一点，煮饭也可以丢一汤匙。你知道，什么事都防范未然嘛。现在有很多的自然防范医学，就是在做这件事，还没有生病，我们就先预防生病。所以呢，我虽然年纪看起来， 不是太大，我也开始吃椰子油，<laughs> 就是我家固定，我不是用单一的油，我家固定会有椰子油，然后会有橄榄油，然后会有我们台湾本产的麻油。 好，我是依照不同的一个程度来取用。那比如说，呃，椰子油呢，我可能早上起床我会拿来漱口，然后呃做这个西点的时候，它的那个高燃点也比较不会去变质。那如果你都用橄榄油，或听起来好像很健康，可是你一放进烤箱，燃点过高了，油变质了，那其实是没有意义的。所以就是说，我们学习好一些东西，你还要会去善用于你平常。 如何去综合？不要一瓶油用到底，再去换第二瓶油，同时去投资两种油、三种油。像我前一阵子，我刚好去斗六，然后你知道，刚好有个元顺嘛，一个很好的那个芝麻油制造工就在那边。我好中哦，我朋友说你疯了吗？因为你知道，在台北你去有机店买的那个元顺的芝麻油，是不是都一小罐玻璃瓶就好几百块？人家云林斗六他们卖的是用那种。 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你知道我一看哈，这一瓶有台北的两三瓶，而且价钱差不多。我跟我老公两个人搬了三桶油回来，因 <laughs>，对对对，因为台台北根本没有卖那种包装的油。然后那个老板又跟我说，因为上次的油风暴，他们被检验出来二十年如一日都没有乱添加。结果你知道，他同样一个油，他涨一百块。 据说下一个月还要涨，我一听真的搬了三桶油。送我去的朋友就说：“你不用太冲动。”我说：“不是，是台北太贵了。”所以我的意思哦，像今天这种天气，比如说我自己，呃，因为我的饮食就是比较偏向蔬食嘛。那像昨天这样的天气，我就是比如说小火爆姜，然后芝麻油。 然后呢，炒一炒，我就是加水加，就是加一把黑枣，一把枸杞子，然后什么花椰菜呀、啊，然后什么马铃薯啊，然后高丽菜就丢进去，我就用这样子泡饭，还有豆皮。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在饮食方面，不管是中式、西式，学会了一样东西，要把它融合在你很多。像比如说，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烤派，其实它的营养是非常均衡，它有根茎类马铃薯。 好，它有那个深绿色的抗癌的花，那个绿花椰菜，哈，然后它还有呃，你知道预防失智的椰子油，它还有大豆卵磷脂的豆浆做的这个白酱，你想想看，一口吃进去，它其实是吃在嘴里，真的是养在身体里，就是说你如何去平衡？那有些人就是说，哎呀。 呃，烤的东西不要吃，或是西式糕点不要吃，它会让身体变直、变什么变的。其实它不是这么绝对的，我们还是人嘛，身为人我还是有口腹之欲嘛。对，虽然我什么都这个怕那个怕，有时候我一个月还是会吃一小包泡面，但是吃完了这一包泡，因为泡面是我的疗愈食品，可是我一个月只许自己买一包。 对，吃完了这一包呢，我就一定要等到下个月，甚至于下个月忘了，我也就不再吃，不需要疗愈的时候，我也不会刻意去吃。那怎么办呢？经过臭豆腐，像这么冷，你又吃素的话，真的没有太多选择。你经过那个炸臭豆腐，你会不会想吃？会呀。那怎么办呢？就自己学做臭豆腐。好啦，不学还就也就算了，初一十五去吃一次而已。一学那个臭豆腐怎么做，学完以后再也不吃臭豆腐了。 因为，因为我是一个出家师傅教我做，他是用天然的野苋菜去发酵那个汁来做臭豆腐，那个还真臭。对，那个是真的。就学完了我，我我把臭豆腐也戒了。对，所以我的意思就是，说，对，有些事你不用去探讨的太过太过火，因为身为人，你还是要开心，你还是需要有一些。 让你开心的东西，那这一些东西在做的过程哈，它本身就是很疗愈了。就外面不是有什么疗愈朋友，这不用。我在做这一些东西的过程哈，我自己本身就已经很放松。然后在吃的过程，我很开心。像这样子一个派，我们家大概一天就是我老公他一顿就吃半个派了。对，他可以从早餐就开始吃。对，早餐大概就是吃掉三分之一个，午餐吃掉二分之一个。 其实就没有了。那你学会了这个派，那个过程真的可以让你很 enjoy。有时候朋友来啊，哪需要什么大菜啊？端出一个派就够唬人了。我朋友来，我最简单就一个派，一个沙拉，一盘意大利面，又快又轻松。我才不要朋友来，我在那边忙得灰头土脸，然后他们在那边翘二郎腿聊天。对对对，这没有的事情哦。我我我很懒，所以学会了这个派。 可以增添自己很多生活的乐趣，但是记住我刚刚提醒各位的油，你可以把橄榄油把奶油换成，子油对，原子油有什么好处？对，这都是对帕金斯症是这个姜黄，姜黄我会劝你们真的在，请说。 姜黄现在很多地方，像那种有机店啊，或是一般超市，像那个呃一般的超市，呃像搜狗超市，什么超市都有。那以前如果呃你们知道有卖一些印度香料店啊，它也有，它比较便宜，一大包。那如果我们台湾本产的，他们都号称是有机的，像我我的学生他们在台东嘛、啊，他的那个姜啊姜黄。 我刚刚给各位看，那是两年生的姜，要到两年才长成那样子。他们这样子一瓶就卖两百多块，这样子。椰子油哈也，呃，在一般的呃什么台塑生机呀，呃，或是 Costco 啊，我我自己在 Cost co, 有，一大桶有机的。 对我跟您说，正常的椰子油哈，超过就是呃温度就是呃低于二十几，它就一定是膏状的。像我自己，它，对它如果是没有添加过任何，就是直接椰子油萃取，它的常态性应该就是固固体状的。像我自己就是买那一大桶七百多块啊，对，就是那一桶。 也别想太多了，食品级的塑胶，对，你就应该就像我，就是塑胶买回来把它摆在好的地方，然后我自己，因为你买大的东西，你要知道要分装使用，你不要每天开啊，每天开。我自己会拿一个玻璃瓶，就是分装出来，然后用完了小玻璃瓶，我再去分装那个大桶的，不要去介意那个塑胶。 一堆橄榄油进口的不也塑胶的吗？那个玻璃的都是在台湾分装，还不是出事了？不用不用，阴凉处。但是如果是夏天，橄榄油啊，呃，如果你们家有买橄榄油、亚麻籽油什么油，真的就要放冰箱。还有酱油，对，像我那个酱油有一瓶，我打开了一个，呃，两个多礼拜忙没有去吃它，上面就长了白霉，那就是活的。对对对。 这个就麻烦你拿进去切，然后，哎，小心，可以吗？嗯，啊、确可以吗好，那呃，现在呃，罗小姐，待会帮我们切，哎，对，对对对，东南亚国家都讲黄姜粉，对对对。对 就是因为东南亚国家都讲黄姜粉，所以我每次去教烹饪课啊，人家说老师是不是那个姜粉啊？我说不是，是不是那个黄姜粉？我就说不是，是姜黄粉。老师，就是这个粉。东南亚国家他们讲黄姜粉，也因为这样，我们台湾有很多人都认为它是姜科类。那我刚刚给各位看，它跟姜是不同科的哦。 它是属于一种郁金香根，它是一种球根，对，跟姜完全不同。你们看那一颗，它长了两年，然后我的学生已经给了我半年了。你给它抠一抠，它还很香，非常的香。那我自己呢，为了每天方便吃到这一些，我就是洗完米，我就加一一小茶匙进去我的米或一或。有时候像现在这个季节，不是长呃产那个豌豆仁吗？ 你再丢一把豌豆人进去你的饭，你的饭出来以后就是黄黄绿绿的，超好的，对。然后你就觉得光白饭有点有点乏味，对。那因为呢，吃糙米啊，不会啦，也要将就一点，当然不会跟新鲜一样翠绿啦，煮过的绿嘛。 但是衬在黄里面还是不错的，我就说过了，不要这么讲究。我们就是因为这样的观念，所以那些不孝商人就拼命的把那个煮过该变绿的就搞成不绿。对，你要改，不要说不绿就不漂亮什么嘛。对，然后呢，明明烤出来东西不该那么香，我们就说哎呀不香不好吃，非得给你加一点香。 你知道吗？如果要让这些事情消失不见，从哪里开始？要从我们自己开始。你要去接受，菜烫过怎么可能绿？它明明就被烫过了嘛。嗯嗯嗯、是没错，但是问题你不可能就是那么些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要以平常的角度来看你的食物，你不要过度要求，那又不是样品。 一年到头都四季都是常绿的，所以我的意思就是，很多观念我们自己知道啊，你用那个去判断，那那些人就骗不到我们了嘛。那你就一进去那个面包店，不该香那么香就怪了。哦，好，呃，有一点哈、哦，我我上次去上过一个课啊、哦，讲完了那个学生超捧场，他一直吃，后来他他怎么吃？他姜黄他可以生吃。 就跟因为他那个，他就跟每天服那个药中药粉一样，就来一个小瓢根这个是不姜，这个姜黄他不在乎，他觉得他吃了预防帕金森症，但是他就跟把他拿吃中药粉一样，这个不好。姜黄还是需要跟油一样，哈、哦，融化以后才试出那个，就好像番茄茄红素，它就是一定要有一定的程序。 才可以被我们人体吸收，甚至于还有一个研究，呃，黑胡椒，黑胡椒跟姜黄很搭，而且黑胡椒可以帮助吸收姜黄里头的姜黄素。所以我自己为什么咖喱哈，一定有黑胡椒啊，有丁香，有肉蔻，有那个啊，像我今天的那个派里面，我还帮你们加了一个阿魏。 那个是印度阿育吠陀的一个对肠胃很好的香料，所以你们吃，因为我有考虑到，如果年纪大，有时候他吃这种比较对对烤过啊，或油或是那个 cheese 可能会呃容易胀气，所以今天你们试试看。 是不是吃了比较不容易胀气？就是我有在食物里面做了一些香料的平衡，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很多东西我们去学了，就把它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。至于太讲究的事，就忘了它。像我那天去挑毛豆，在菜，因为它还没切好，我就在继续这个。就是我去菜市场挑毛豆，然后就一个太边挑就说：“这毛豆看起来一点都不新鲜啊！”我说：“行啊，都带壳的。”我说：“南部采了到今天。” 我们在台北不可能嘛，对吧？可是我说这个毛豆已经很棒。他说：“哎呀，带壳是带壳，也不晓得有没有农药。我看看他，我说：“阿姨，不要想太多了。我说，你回家把它洗干净，大火煮的时候盖子把它掀开嘛。你对啊，你就让那个热气蒸发，然后你吃的时候就剥壳嘛。这已经是最安全的。我说，要不然你回家就戴个手套。” 把壳剥了，你就只吃里面的豆不就好了？他说：“哟，又不是每人都让你像你那么想得开。”我说：“你想不开你怎么办呢？你什么都不要吃、啊，毛豆明明就好吃啊。”对，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有时候我们不要被惊吓过度，就是我们要学习正确的知识。但是你边挑一直说那个东西不好，又嫌毛豆不新鲜，又嫌毛豆有农药，那毛豆听了也不开心嘛。 那不开心，你吃进你肚子，怎么会开心呢？可是，这个真的不是开玩笑、啊，因为我学瑜伽十几年，你知道在瑜伽，在印度人、啊、他们讲一句话哈，就是食物很重要啊，你怎么种的食物很重要，煮的煮东西的人更重要。对，问题你煮东西的人啊，边煮，哈，这毛豆有毒，哎，这毛豆啊。 没毒，那毛豆都不营养了嘛？对，但是虽然它可能不是用秀明农法、用有机农法种出来的，可是它的生命能量够嘛？它是当季的东西，对，它是当季的东西。你煮的时候把锅盖水滚了，把锅盖掀开，让它把那个那个挥发的东西散出去。吃的时候剥掉那个壳，你不要拿着毛豆就这样，嗯，就这样，你就。 秀气一点，把壳扒掉，一颗一颗拿出来吃，不就没事了吗？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有些事情我们自己要转念。无形中你吃这个也怕，吃那个也怕。那我跟你说，你草木皆兵，真的就别吃了。对，就是哈，对啊，真的吃进去的东西都不好。你费了那么多心，你你那个吃进去的东西也不舒服的。对，好，那。 心理作用啊，所以好，那我们今天从头温习一遍哈。那这个呢，我曾经呃在一个地方教过，呃，那个妈妈很开心，因为她回去是带着她的孩子一起做，哈，是啊，当然啊。 干嘛那么麻烦？你煮的时候撒进去不就好了？它很漂亮，你试试看嘛。要不然你就把它摆到菜里面好了。比如，比如说我炒菜，比如说我今天炒个菠菜，好了，那我是不是丢姜片？小火炒姜，炒到香的时候，那我在煸姜的时候，我就顺便丢一池姜黄粉下去煸嘛，就是下去一起嘛。那你那个菠菜，你知道？ 他加了姜黄以后，你也吃不出姜黄。其实姜黄煮完了没有什么味道，对。如果那个人真不爱吃的话，你就这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跟他讲，啊、哦，啊，你又预设太多了。 好好好，那我跟你说，如果他还那么小，真不吃，你就等他长大懂事，他就自然就会去吃了。你就先自己吃。对，但是我跟你说哈，这个呃呃，我在很多地方教过，呃，很多小孩子他也吃，他反而觉得那个颜色很可爱，因为他妈妈真的就像。 他不是，他妈妈就是像我说的姜黄弄饭，然后就是绿色的那个豆子啊撒下去。像我自己有时候毛豆烫好了，我把它那个壳剥了，那个姜黄饭煮好了，我就把，对，我就把毛豆撒一撒，对。然后那个上次我不是有来这边浇紫色高丽菜，那个紫色紫红色的高丽菜拌一拌，然后我用海苔，我用海苔这样夹。对我来说，有时候就是很简单就这样吃了，对，又漂亮又健康啊。 姜黄里面的姜黄素有抑制身体细胞发炎的那个姜黄素的这个功能，不是姜黄不是对湿疹，姜黄是对帕金斯症，因为帕金斯症本身也是一种身体细胞的发，是椰子油，好、哦，它真正的被测试出来是椰子油，好、哦，所以你们如果可以的话，你们呃椰子油有时我们早上吃吐司面包啊，你。 一般人都习惯涂奶油，其实我有一次去印尼巴厘岛，在机场买了一罐这么小的椰子油，哇，那椰子油真的很香，我就直接涂在面包上就很好吃了。对啊，你早上烤完了吐司，你就直接把椰子油涂上去，很好吃的啊、嗯，嗯，不是，啊、嗯。 咖喱粉一般姜黄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，但是通常咖喱粉里面还有芫水粉、小茴香粉、丁香粉、肉蔻粉、肉桂粉、辣椒粉，椒粉你知道吗？有些咖喱粉里面可以有二十几种。对，那我自己家里我常常会准备有芫荽子、小茴香子、大茴香子、丁香，然后还有那个芫水粉，还有姜黄粉、姜粉，我都会把它。 丢在菜里面，好了吗？那呃，我们现在呃有，请问现场有八十岁、八十五岁以上的长辈，请举手。好，那我们就呃，八十五岁以上的长辈，我们先先先来那个那个八十五岁以后有八十岁的长辈也请举手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到八十岁。 哦，好。那请问各位啊，针、呃、对今天的这个闲派，还有没有什么呃想要问的？请说。哦哦，八十对。白酱，我刚刚我刚刚白酱只有用椰子油炒面粉，然后加上豆浆而已。 啊，八十八十岁的长辈，好，那七十五岁以上的长辈，七十五，七十五，对，白酱他不许，啊？面皮哈，我跟您说，面皮很健康。如果你要加全麦，那么面粉如果是呃。 啊，其实你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全麦面粉。你我刚刚有说过，我用椰子油，对对对，用椰子油，对。要不然你可以一半椰子油，一半奶油。其实奶油，你知道，我们人还是需要各种油脂在身体做乳化，只是说，如果你没有高血压、高血脂的问题，你偶尔摄取一点奶油。 安全的奶油是 OK 的，他并不是绝对不行。像我自己，我偶尔我也是会。哎、欸，刚刚是七十，那六十五。哇，自宫妈妈好厉害哦，两个派可以切这么多。做。呃，刚刚是六十，好、啊，五十五到六十，哇，你们好厉害，人人有奖。 很抱歉，因为我家烤箱只能一次烤两个。那请各位有吃到的人告诉我一下，白色的面皮感觉呢？那个就是用那个那个椰子油做的。吃到白色面皮，哎，你们看一下，黄色，吃到黄色面皮的是谁？可能有点凉，你们觉得味道香吗？有吃出姜黄粉的味道吗？ 对呀、啊，一点都不会有。可是你吃了，你你看，就是觉得很舒服的味道。对对对，那你有吃出其他的香料的味道吗？我刚刚我里面有加了那个阿味，然后就有点像葱啊，像什么类似这样。有，那那个馅有味道吗？我把它放淡，盐分减少，对。 吃到白色派皮的人请举手。那个是就是预防老人失智的椰子油，就是我完全用。你你闻到椰子香啦、啊？那派皮酥不酥啊？那你看还是可以嘛，虽然没有奶油，它可能稍微偏比较饼干的口感，但是其实还是很好吃。 我完全，我做的东西完全不含蛋类，我完全不含蛋类，完全都是素食，对，完全是全素的，对对对对对，对我就是用那个天然的海盐调味，然后那个我刚刚说了，你们今天的那个白酱，你们吃得出来是豆浆吗？是我用椰子油炒面糊，然后用豆浆做的白酱，对。 啊，再复习一下，你们要复习哪里？啊,就是、裡啊，我就是很简单的用盐。哦哦哦，好，这样子哈，我们现在要进入高潮了，我们复习一下，待会要做有奖征答，所以你们要好，请说。嗯、一查，哎、欸，你们家是呃多少人份啊？ 哦，oh, 那你就一茶匙，呃、yeah,，你知道喝喝小咖啡茶匙，啊，你就用这样子好了，这样子好了。我不会量杯米，我家不是用电锅，因为我用陶锅。像我们两个人，反正每次两人份的饭，我大概就是用一一瓢。 一两茶匙，哎，其实我都随便放。今天高兴，我觉得我身体发炎，我就多放一点。Oh. 那个多吃也不会怎样，真不会怎样。Oh. 好，哈、嗯 <Huh? S 2> 嗯？我刚刚说了，最好不要嘛。<laughs> 对，<laughs> 不好的示范啦。对啦，<laughs> 真的。 也好啊，盐好啊。我告诉你们，吃盐。这位阿姨在问盐盐海盐，吃盐最重要是要补充什么？矿物质。所以你盐不要老买同一家，也不要老买同一种。有时候盐盐吃一吃，有时候这个地中海的海盐，有时候澳洲的湖盐，哪里的盐，反正你吃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矿物质、维他命就对了。 每一个人的多寡呢？好了，我们开始复习，有奖征答。好，发丝贤判哈。哎、欸，当机了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那个，对，当了。 有奖征答是这个是是是问问那个贤派哦，你说礼物是,不是啊？啊啊，礼物是我们用那个奖生的基金。哦哦哦，好。好，那我可以开始了。是吧好，那我们现在哈复习一下，快速复习一下哈。阿姨，阿姨要复习了，复习完要有奖征答，来。 面，我们做派皮，面粉跟油的比例，面粉呢二，油是一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我们现在在复习复习，面粉呢是二，奶油是一，这要记得哈。好，这个重点哈。然后做完了以后呢，要放进冰箱多久呢？三，对对对对对，哈，好。然后呢，白酱呢做完了以后降温，然后分头搅进去，面皮。 进冰箱三十分钟，拿出来擀好了以后，还要再放进去醒面多久？对，然后完了以后要先放进三十分钟以后放进烤箱派皮要先烤多久？十五分，对了，三十不对，不是所有东西都三十，十五分钟对。然后我们说，今天说的姜黄可以怎么样啊？不是预防湿疹，是消炎。 还有预防帕金森症，椰子油可以怎样啊？啊，对啦，就这样子几题够了吗？啊，那你来，你来，因为我没有办法，我来问问题，你来决定好了。好，这样好好不好？好，你你来问问题，这样比较好，好好。 那我们现在要开始了吗？好啊，老老师老师出题，你啊喂喂喂喂喂，哦。喂喂 oh. <laughs> 好，没问题。我现在交给他来出题，<laughs> 这样子呢？<laughs> 对对对，因为我们那个慧琴姐非常善心的在过年前呢，为大家准备了养生的基金，然后想要借由有奖问答呢，来让大家把它带回家哈，让大家今天吃的开心哈，然后也有养生的东西，让身体也健康。好，我要来出题喽。刚刚大家都有认真复习哈，我有听，我有看到大家都很认真。请盟，我们面粉？ 跟奶油的，哎、欸，我都还没有讲哎、欸，我打怕 a 老师你要不我看哦、喔，因为我在讲题目的时候眼睛是散的。我在按电脑让大家看。<laughs> 的比例是，<laughs> 那个最快那个演员，真的是那个演员最快。<laughs> 二比谁二谁一？那个面粉二，那个油一，奶油一。好，老师对不对？<答案 S 1> yeah! 恭喜你，那我们这个统一基金很棒的哟，送给你,你，新年快乐！哦哦、好，来第二题，哈哈，加盟，加盟，我们的面粉要摆 happy 哦，摆进冰箱。那那等，哎，等一下，我还没有问。<laughs> <laughs> 面粉做整理好了以后，我们要放进冰箱冷藏多少？哦哦哦哦，这个该怎么办？老师，我的那那个大姐，你的后面的那个大姐比较快，<laughs> 我看到的三分钟哦，三十分钟啊。好，恭喜你答对了。但是这个原理是什么呢？为什么要放？要先放进冰箱？ 醒一醒啊，我我吃吃才会脆嘛，好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太好了！其实还有一盒，来，老师，还有一个是吧？啊，没有，我我总共准备了四盒，来不及拿出来。哦、<laughs> 好，我们还有两题哦，大家不用太紧张，嗯、还有两题的机会。什么可以预防帕金森症？老師,哦、老师提醒了，敲门，敲门，哪一个东西可以预防帕金森症？哎呦，老师。 老师，谁？这一位吗？真的是他。登登登场，姜黄。恭喜你答对了，姜黄。那姜黄除了可以预防花音之外，还可以干嘛？看花眼啊！不要不要这个，这一题不算，只是想额外问的。好，来恭喜你，获赠基金一盒，哇、哦，很分量嘞。最后一题喽，最后一题喽，最后一题，最後一題我把它交给老师。 好，<laughs> <laughs> 真的，你知道这个压力很大。我都没有看到他，你来看。好，好,好,好,好，好，好，好。这个问题哦，今天我们给介绍大家的那个有一个油，可以预防老人失智的是什么？一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哦、好，传来、啊，啊、我喊一二三。哎、欸，这边快一点好不好？我很想点你们呢、欸，你们都不快点举的。我喊一二三。<laughs> 哇，他很热情哎！我可不可以再、再、再、再来一次？因为我眼睛这个，你知道，小飞蚊太多，闪太多。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哇、哦！哎呦，真的是，来来来来来，好。 椰子油，椰子油，好，<了>恭喜你！为什么我要选它？这不是我要选它太热情了，每一次，哈、啊、哈，快、啊啊、跳起来了，真的是，也真没有办法，<错>来。 对呀、啊，好认真，谢谢，恭喜你新年快乐。那没有关系，我们下一周还有，所以大家不用太紧张哈、哦。我们还有赠送，好、哦，不用太紧张。那这一周呢，很高兴，谢谢我们的玉琪老师好，这、哦、么辛苦的，谢谢大,家大家来点掌声好不好？我们跟大家说新年快乐，对,啊、对，谢谢真的很棒哦。这样子学了，我们年菜又多了一道哎、欸，真的是太开心了。好、哦，那还记得、哦、下一周我们还有一次哦，还有一次我们邀请真情。 人物礼仪赵小姐来为我们做讲座，那就欢迎大家下次再见喽，谢谢。